这种，这种啊，什么辣？就这一种啊。有了有了，有一点点感觉了，再多一点点会更好。嗯，这样才一点点。嗯，快。认真问你问题。我现在是医生，我会想救你。当然不会。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啊？收过，你要我这样就嫁给你，你把我当什么啊你？原来你喜欢花、礼物、巧克力吗？我以为你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我以为你的脑袋就是食材、食材、食材，料理、料理、料理，然后你不会喜欢这种肤浅的东西。原来你跟一般的女生一样。对，那是我在没有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在意的是食材、食材、食材。可是我现在在谈恋爱，我也想要收到花、礼物跟巧克力啊。那好，明天一早啊，就是天一亮，就是人家店家一打开，我马上去准备这三样东西。那如果我准备好，你是不是能参加？明天？呀，急什么？当然急啊，怕你被人家抢走嘛，是不是嘛？是不是？明天再说啊。好。你还有，你以前在餐厅交学费，那我现在已经离职，所以你不需要交学费。那如果叫廷恩，我会觉得像是我妈在叫我。你们要不要帮忙取个小名？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名字。那你也没有帮我取小名。取小名简单，就叫你小青青什么。小青青，那我也叫你小恩恩啊。哎呦，你也这个太烂了吧？你再想想，你先想想，不用马上回答我。我先想想。